香吗？香。这个呀，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炒的，所以外面的瓜子儿，我从来都不吃。谢谢三哥。等等，坐下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你算个命吧，我看你啊，命犯桃花。犯什么桃花呀？我呀，就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跟啥男人过啥日子呗。你要是真会算，等我男人回来，你好好帮他算算。哎呦，我眼看着这天好像要下雨了，我得赶紧上去收衣服呀。信息是准确的，荣金真被带走了，可能跟子明有关。接头地点是和平饭店202。好，等等，你去监视点，给查理发信号，我去通知雷处。万一和平饭店那边有行动的话，我去也方便。注意安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飞龙他们出现了吗？没有。是不是瑞祥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是，翟丽通过飞龙房间安装了窃听器，给我们发出信息。他说飞龙确实去了和平饭店202房间，赵启荣带回来的信息是对的，而且他们还把荣金针带去了，所以我怀疑跟子密有关。曹队长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对和平饭店实施了布控。好。你去和平饭店，马上通知孟小云也赶过去。明白。雷处，我也申请去和平饭店。去吧，告诉大家，一定要保证荣金针的安全。是。